胃疼吗？嗯。咋办？休息会儿。没事没事没事。不要都围在我这里，快点珍惜时间。我们就是你这组，赶紧动起来。起来，我们先坐一会儿，他们先下来。没关系，快排队行，快点，搞快一点。好，来。来吧，咱们带着音乐顺一遍啊。对，别发力啊，特别是预言。好好好。让我躺一会儿，让我躺一会儿。他练完之后他就倒下了，我那时候很紧张，我围过去看他，但是他又一直说啊，你们不要过来。我觉得预言姐姐是一个很拼命练习的人，然后很拼命的想要达成自己的目标。你们昨天是把所有都学完了吗？对，我们全部都排完了。队形搞了吗？队形也排完了。我们昨天本来还想说可以等到你们回来，然后一起排队形。不可能的，真的。我慌啊，我可慌了，我要赶紧抓紧这些时间去练习，这样才能追得上别人的进度。几点回来的？我三点多吧。哈？你三点多回来？对啊，就没睡啊，就一直都没睡啊。玉圆姐姐她真的好努力，就有感染到我，而且她平常也很疼我嘛，就我也想要去教她。我跟你说一下这边细节好好。